大小星讯息。春分、秋分能量，你们的能量场以及新地球。你们好，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大家联系。我们对你们如何适应和利用春分、秋分的能量感到非常满意。春分、秋分能量临在你们身上，因为你们中那些觉醒的人的开放性，他们将继续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正在为自己和他人将这些能量根植于物质实相。其他那些没有清醒的人，以及那些在他们之内有一点阻力，而使他们无法充分接入这些能量的人，他们将从与你们的互动中受益。你们给予别人开放和接受的许可，因为你们已经这样做了。在潜意识里，其他人知道与你们有关的某些事情是正确的，是完整的，是调节到了他们想要调节到的，并且你们也散发出高频能量。那些高频能量正在提供给你们一些你们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它是一个过滤器，这个过滤器正在阻止其他人能够将任何本质上振动较低的东西投射到你们的能量场中。这些春分、秋分的能量也正在从你们的能量场中清除那些你们在地球上的岁月里所习得的东西和投射到你们能量场中的东西。因此，这是一个伟大自由、更多主权的时期，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让你们所有人去创造的机会，因为你们可以不受干扰地去这么做。你们可以激励其他人，他们将看到你们在这种更少负担、更少限制的自由状态下的操作。这是你们在那里引导你们的人类同伴进入更高意识状态的众多方式之一。你们以身作则所能达到的效果，远比言语能够达到的效果大得多。通过仅仅是做你们自己，仅仅是尽可能地敞开心扉，仅仅是愿意改变，你们在帮助许多其他人。你们在那里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让其中的每个人都能和谐相处的世界。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间开始让这个新世界在你们的体验中实现了。从那个更高频率的状态，你们可以邀请其他人加入你们。那些人可能不认同你们的信念，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想要感觉更好，他们想要感觉更自由和更有主权。你们生活在一个巨大变化的时代，朝更好的方向转变，永远都会是如此。你们正被给予一个机会去以强大造物存有的身份来体验你们自己，但你们必须相信你们能创造一个更好的现实，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地球。这意味着你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必须释放你们是被压迫的受害者的想法。人们能够也会试图压迫你们，试图让你们成为受害者，但你们可以置之不理。第一步是去认识到你们创造了你们的实相，你们是强大的存有。现在你们可以在更少干扰的情况下来创造你们的实相。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你们将如何运用这种自由。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